好棒哦，非常非常另类的这个客家歌曲啊！往常我们听到的是《天公啊》《龙水雷》，哇，还能够这样的曲子，还能够把它演奏成这么棒的这个透过我们的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啊，我们最棒的同学们啊，为大家来呈现这样非常优美的表现哦。接下来呢？刚刚妮妮说这是呈现世界一家的演唱会，在我们的石门活娱观光节，我们县政府、我们的观光行销处的用心，还有我们桃园县观光协会整体努力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带给大家这样一个美丽的一个石门活娱观光节。接下来呢，进入世界性的部分了，大家都知道阿爸合唱团，对不对？哇哦，尤其是最近这个还有个音乐剧《妈妈咪呀》。哇，也很多的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对不对？如果说你没有听到，不要可惜，因为今天由我们张宏宇老师所带领的龙潭爱乐管弦乐团为你呈现阿爸的组曲世界名曲《妈妈咪呀》，所以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张宏宇老师所带领的龙潭爱乐管弦乐团。